昨天去超市给他买了这个啊，吃这么多，给他买的麦片，他喜欢兑牛奶吧，麦片一般都是兑牛奶吃是吧。看看我家闺女说她今天像大小姐，但是这个衣服这领口的这个地方毛毛的，这些东西你能不能给它修一修，修对吧，细节啊。Guten Appetit， 嘿嘿，要礼貌一点，对吧？吃饭之前，他们德国人都喜欢说 Guten Appetit， 知道吧？看我闺女喜欢吃的，这个麦片我也不知道营养好不好，但喜欢就行，总比不吃好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妈就喜欢给我编辫子。哎呀，就我闺女，你看这头不大，这个头发可多了，遗传了我。你看我前夫头发也不多。他头发多，哎呀，跟我小时候一样一样。没想到我跟我老妈也一样，也喜欢给他编辫子，但是辫子还挺长的，嘿嘿。看学德语呢，我以前学德语的书让他学，你这上面只要记住 see， 然后这上面 do，你看这边 kommen， du kommst， du heißt。Sie kommen, Sie heißen， 对吧？学一学。我们家欧巴啊，要学 MBA， 所以他在楼上办公呢。看看我的小黄瓜们，哎呀，太干了，昨天没浇水，干死了这个。看我的番茄，这么多红色的，收获的喜悦呀、啊！看这个大黄瓜，今天晚上准备把黄瓜给炒了。炒一点吃一吃，再不摘它就老了。哎呀，看这里还有一个。哎呀，两个，还有一个。三个。还有一个呢，这次是大丰收。嗯，这次摘完就下一批就很长时间，这是看一看，看一看这么多。我正在做饭，饭荤菜烧好了，是红烧肉加排骨，还有萝卜。我家闺女饿了，饿得不得了。我老公出去骑自行车还没回来呢，先让他尝一尝这个。你看这个排骨肉多不多？咬一口看看，咋样？云烫啊，入味了吗？入味。真的吗？咸味咸淡也正好哈。适中。我像你们请的演员吗？啊？我像你们请的演员。小心烫，等会儿，对，先垫吧垫吧，等会儿再吃，把这个吃了，这个袋子合着我就扔了，啊。嗯。我们家欧巴回来了，他今天骑了40多公里，快50公里，哈哈，厉害吧？然后现在他还要减肥，继续吃黄瓜。我的四个黄瓜给他弄了两个，这个黄瓜好大呀，你看，妈呀，你看这个还是弯的，像钩子。黄瓜，他们德国人吃黄瓜一般都喜欢把皮儿去了，可能皮儿比较苦，他们怕苦。Guten Appetit， 我们家这个要减肥，他要吃黄瓜。然后配鸡蛋，这样子也挺好的。我们家闺女继续，好吃吗？吃萝卜，萝卜炖大肉，里头有排骨呢。刚才她已经尝过了，所以她觉得不咋饿了，不吃肥肉，这家伙跟外国人挺像的。She don't eat the fat。看看我老公吃一个黄瓜沙拉，还给摆个盘儿。我家闺女都震惊了，这外国人这细节真的是很讲究，是不是？那你咱中国人不得表示表示啊，吃个饭对，最起码坐姿得做好了吧，对不对？坐姿得做好。是郭总，那不和那天那个是一个味儿的吗？对呀、啊、尝一尝。看见我老公要吃沙拉，他也想尝试，他认为人家吃独食呢。非常好吃。真会拍马屁。谢谢。你在江湖混总要有一些技巧压身。你说我家这个闺女这么大点，讲的话一套一套的。
江湖会议。好吃饭。哎呀，咱方的今天整个冰淇淋。今天让我家闺女给我拿个视频，直接她说：“妈，你叫什么姐来的？”“门牙姐。”我说：“不对，我叫牙凤姐。”对了，妈，人家闺女要吃像人家那种冰淇淋一样的，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讲一下。但是那个手我好像就不咋好。哎呀，是这样子，我还没用过呢，哎呀，啊。你平时咋吃？拿勺崴呀？我平时我用的是一点也不讲究，碗里头，一点也不讲究。你也是个跟卖那个冰淇淋一样的，等一下啊，马上。哎呀，真是挖冰淇淋的勺子，看这，这个勺子。这是妈，这以后是我的职业了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上那种冰淇淋店挖冰淇淋球。妈，这咋冻的这么硬呢？这个软一点。我是双球的哦，多少钱？一个2.25块，两个2.5块。你能不能把手机拿直一点？拍的可好看了，别挑剔啊！你不会挖，我知道为啥你挖才不好看了，因为你不会挖。啥来呀？你这活干的还没我好呢，你一会儿给你整哟。你不是为难你老妈？那老妈也没整过这玩意儿。我这玩意儿是专业的。怎么不出来了呢？哎呀，气死我了。好，行了，不录了。没有，我说这个好了，再弄这个。那观众朋友们看一看，你老妈。大力出奇迹！我妈要把冰淇淋盒子挖漏了。我真适合当男人，妈，你没发现吗？不管是我浑身的气质，老妈也像个男人，那我闺女也像个男人，这还有点。不仅是我浑身上下气质，我的语言，我的行为都散发着一股男人味儿。我想下辈子当男人。哎，我这个被弄坏了吗？哦，我妈大力出奇迹，把挖冰淇淋的干坏了。不愧是我妈。你说外国人也听懂咱俩说话，就听咱嘞嘞嘞嘞嘞。我不要。我家闺女教我们家我爸中文的汉语老师下被子被子，他说啊杯子下被子，我吃了下被子，那不是这意思，下被子 next life， 看我吃这个空的，好了，祝大家晚安，跟叔叔阿姨们美女们靓妹们再见，晚安。